对空间上的使用功能有没有什么特定的需求？装修的事儿都听他的。那女士呢？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？她特别爱看书，所以她需要一个大一点的书房，书而房。且我觉得得要那个阳光最充足的那一间，并且她那些书架子一定要大一点，宽敞一些。因为她书特别多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书房。她需要一个健身的空间，要能放下跑步机、拳击沙袋，还有练核心力量的器械。您太太是模特吗？倒是有人请她拍广告，但是我们不去。他是飞行员，民航的机长。哇，女机长这么厉害。好厉害。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就是她老公。嗨，对对对，徐先生您继续，对，这是您本职工作。我希望厨房的空间可以大一点，要开放式的，这样在我做饭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看到她了。我还需要一面墙，她满世界的飞，会拍很多的照片，我希望把这些照片都挂起来。OK，没问题，照片墙。进来啊，接李贝啊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又来了。这还见李贝了。哎，进来。走了。又来接贝贝啊？好了。在李贝，他去医院了。他怎么了？下午开会的时候，他晕倒了。在哪家医院？站起来了，是不是要去卫生间啊？不是。那你赶紧坐下。护士说了，还有两袋，没有3个小时完不了。听我的，开个病房，躺下来好好休息一下。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不需要人陪的。那怎么行？你是在我会上晕倒的，我得负责任。
咱俩从恋爱到结婚，一共是64639个小时，挺不容易的。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再让家里人为你操心了。不过怎么着都是活，以后就是一人吃饱，全家不过，也不用操心别人。哎，在一起吃个饭呗，散伙饭。没这个必要了。张磊，你不用嘱咐我什么，我对李贝是认真的，我会对他好的。
您好，司机是我老公，他第一次开网约车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如果满意，请给五星好评哦，谢谢您的鼓励。爸，那饭都热了好几遍了，都已经两点了，要不然先吃吧。振雷八点钟就走了，他说中午回来吃饭，再等等。雨晴啊，宝这些日子心情不好，你别老跟他较劲，当姐姐的凡事让着点他啊。嗯，我知道。哎，是清风家吧？看看，我还以为是宝呢。振雷，干嘛？振雷，干嘛的？哎，我送你的结婚礼物啊。哎，撕了，撕了干嘛呀？这礼多大呀，多有诚意呀！不是你有脾气，你冲着我来，你闹人清风干什么？嗨。怕把他吓跑了，你俩不是情比金坚吗？就这么经不住考验啊！我知道你情绪不好，我也不想跟你争，赶紧进屋吃饭。爸妈为了等你，连口水都没喝。走，进屋。命令谁呢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关雨晴，你别忘了，咱俩是仇人，仇人你明白吗？哎呀，如果不是你，我能有今天吗？我全都是被你害的，关雨晴，打小你就要跟我争仇。争不过就想着法整我，闹我离婚，你自己结婚，你还是个人吗你？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你难过，我们全家人都得陪着你难过，是不是？不用全家人陪，你一个人就够了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宝，回去收拾东西，咱们回老房子。爸，就这么定了。别这么躺着，回头着凉了啊！你先起来，爸把床给你铺上。起来，听话，宝啊，就几分钟的事儿。烦不烦啊？别管我，让我睡会儿。没事，你不用动手，你忙你的吧，我和你爸慢慢收拾。哎，行了，就放这儿吧。我今天不飞，我来收拾。你和爸去休息吧，怪累的。你爸。妈，帮我抬一下这个箱子吧。好，来，六个板儿。
慢点啊，慢。小心啊，小心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他的二尖瓣狭窄已经非常严重了，你看他这嘴唇黑紫，两颊暗红，这是明显的二尖瓣面容。但是大夫，我儿子平时身体特别好，游泳啊，打篮球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他就是最近有点胸疼。我之所以提出尽快开刀，第一，瓣口太窄了，只有0.6平方厘米；第二，已经引起了房颤，容易产生血栓，如果血栓脱落，可能造成脑栓塞、昏迷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吃一点，哎，来，吃一口，好不好？真不吃啊？啊！宝啊，爸40岁上才有了你，有了你这么一大儿子，总算是给了你爷爷一个交代。当时为了要你。什么职称啊，爸不要了。罚金，爸砸锅卖铁也给交上了。只要是看见你那个红扑扑的小脸蛋，爸的心里就跟摸了蜜似的。宝儿，甭管到什么时候，到现在你还是爸的大宝贝儿，知道吗？大宝贝儿，来，听话啊。要吃一口啊！多少吃一口？尝尝这饺子，先闻闻啊，香着呢，吃一口好吧？儿子。你现在不吃不喝，你糟践自个儿，爸真受不了。吃一口行不行啊？啊！行，你不吃是吧？爸也不吃，我陪着你。
爸。哎。那家属怎么样？最后签没签啊？签了。也就是碰到你这个脾气好的，要换做别的医生啊，爱做不做。我去睡一会儿啊。喂，秦鹏。真的怎么样啊？唉，手续已经办完了，两个人彻底离了。那叔叔阿姨呢？我爸，哎，我爸状态不太好，但怎么办呢？他得陪振雷，只能强挺着。我妈就算是接受现实了吧。我后边还有个手术，几点结束还不知道呢。我一回来就去看他们。不用不用，那个你好好忙工作。我还忘了告诉你，今天一家三口已经搬回老房子了。你不用着急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爸担心振雷，现在肯定就是振雷走到哪儿。我爸就跟到哪儿去照顾他呗。今天我也没什么事情，我也打算在这儿守一晚上。哎呀，这么特殊的时期，没能陪在你身边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只要你好好工作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别让我担心就行了。嗯。好，我下了手术就给你打电话。嗯。再见。睡在这儿啊！你跟妈去睡，我在这儿看着就行了。用不着了，上回让你看着他，好，你们俩人差点夜里打起来了。算了，甭管他吧，我怎么劝都劝不动的，就让他在这待着吧，要不然回去得睡不好。那爸，要不然这样，你躺到床上，这床这么宽，你不能在这儿坐着。回头我再压着宝。行了，甭操心了，去吧啊！你说，振雷。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，但是你不能这么躺着让爸坐着担心，你知道吗？你振作一点，爸说坐。别说了，走吧，跟着走吧，走吧。行了行，走着吧。你说。你又请俩礼拜假，那 Tim 又该得意了。那怎么办啊？现在家里就这个情况，我真的是放心不下。再说了，我姐那边事业刚刚有起色，也不可能让她来照顾家里吧，所以只能我自己了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吩咐。师傅，有什么事儿你可千万别自己硬扛啊！我孙小白随时待命。哎呀，你们俩真想帮我啊？去帮我解决一下关振雷好不好？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秦波，你这一上来就是送命题，你这不是难为我们吗？不是你刚才说的呀，随时是不是？你去帮我解决一下。我刚说啥来着？哎，你刚也是说可以随时帮我解决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，不是你们俩关键时刻不靠谱啊！进来，江总。好消息，周总那单子拿下了，明天就能签约。是吗？哎呀，我看你最近的状态不太好，不会给我吃空心汤圆吧？不会的，我已经了解清楚了。周总他们公司今年有新的战略计划，咱们公司的资质是最符合条件的，而且这个合同一签，一签就是五年，每年保底3000万。那我可要听你的好消息了，今天你带上合同，必须拿下这个金主。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哎，志觉，啊，还有什么事儿？
你客户流失这件事儿，在圈子里面已经传开了。这份合约不单单是合作那么简单，还关系到你的今后。嗯，我明白。嗯，去吧。 哎呀，哎呦，周总，周总，哎，久等了，还没有，没有，是我来早了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哎，您坐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哎，我给您点的咖啡啊，刚上。合同呢，已经照您的意思都修改过了，啊，您过下目。 如果没什么异议的话，今天咱们就把这事儿定下来。不行，先喝点咖啡。啊，对对对，喝咖啡。嗯，周总，嗯，您要是有什么需要调整的，您尽管说，我们肯定配合。志军啊，你做事儿呢，我是一向放心的。但是这个项目要不咱就算了吧。 啊，哎，周总，您可千万别开这种玩笑。这项目咱们都对了2个多月了，是吧？那跟每条细节咱挨挨条捋的，法务、财务咱都对过了，您不能说算就算了呀。那你先别着急啊。哎，我都能理解啊，你为这个项目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。是，但是呢。 先看看这个，这位啊，才是咱们公司真正的董事长。换句话说呢，在我们家里呢，这是我领导。哦，贵夫人。哎呦，而且呢，我只是个总经理，这董事长他不同意。 我也没招。那我就更奇怪了，周总，这个项目一直是咱俩对接的，这贵夫人怎么就不同意了呢？哎呦，我这太太呀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你那些风言风语那事儿，然后就认定你就是个渣男了，并且非常严肃地跟我说，渣男是。 心狠手辣，冷血无情，特此你在家里就跟我说，他的生意绝不跟渣男合作，所以这个项目就给毙了。周总，周哥，你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？你这是个误会是吧？您得替我向贵夫人解释啊！我这怎么跟你解释啊？ 咱俩认识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这几年呢，这真是费了好大劲，把我自个儿从那渣男的圈子里给摘了出来。当然了，志军，咱作为朋友啊，我也劝劝你，你也早点把自己摘出来，比较好，对吧？那个，身心什么都自由一些，对吧？那个，我这还有点事儿，要不咱这个项目先暂时搁一下。 那那我先走了。哎呦喂！哎。
哎，江总，志杰，周总那个单子签下来没有？哎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你把我开了吧。什么意思？那个单子，我努力到最后，还是黄了。我不开你。谢谢您啊，谢谢。我一定加倍努力，我再找新的项目，我肯定把额度都完成了，您放心。志杰，我如果开你，公司还得。欢迎光临良品铺子。哎，上百款高端零食任你选购。好嘞，好嘞。请问叔叔，你想来点什么呀？哎，姑娘，你们这儿有没有让人吃了能开窍的那个东西？啊，开窍？我儿子呀，那个他现在他瞎了眼，迷了心了。我想让他吃点那个东西，对他有好处。叔叔，那您看看这款怎么样？这款综合果仁是我们家的金牌产品，原料都是进口精选的，而且配比非常讲究，每天一包对身体好，吃着也方便，随时补充营养。对，哎，这有试用装，叔叔您尝尝。这还能尝的是吧？您尝尝。行行，来一个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好吃。行，就刚才你说这个，你一样给我包点吧。好嘞，叔叔。你包装漂亮点啊。嗯，没问题。行。嗯。吃饭可以，咱吃点零食垫吧垫吧肚子，这行吧？你看，你最爱吃的炭烧腰果，还有呢，这个葡萄干、芒果干。对了，那个你最喜欢喝的果汁儿，来一片啊。爸，哎，你就当我死了吧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这是都拿走。反正都要死了，就甭浪费家里钱了。你说你个傻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死了，爸也活不成了。吃点橘子。爸妈，我做点面条，热乎乎的，吃点舒服。啊，雨晴煮面条了，吃点吧。啊，吃不下去。爸，不是我说什么，振雷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你要是再把身体熬垮了，那谁来照顾你的宝贝儿子啊？是啊。从昨天到现在，宝一口东西都没吃，我得有多大心思能吃下东西去啊？我，他那是自作自受。你跟着熬什么呀？回头你再病了，我们全家人还得围着你转。爸，你就强打精神，多少吃两口吧，好不好？听雨晴的吧，吃点吧。啊，哎呀，走，你看这孽子。
老板，你好。三十片羊肉，三十片牛肉。不好意思，牛羊肉啊，卖完了。二十串排骨，十串腰子，五个烤饼。真对不住，这排骨腰子也卖完了，烤饼还剩一个，烤吗？